8月21日，组合成员在自己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终于当完兵了，还不敢相信，像做梦一样。很感谢这两年的部队生活，让我成长了很多，也很自豪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尽到我的义务。很舍不得我的部队和我的战友们，也非常想念中国，想念在中国的你们。谢谢你们一直等着我，我会很快回中国的。真的好期待可以快一点和你们见面。”照片中的他身穿军服，向镜头敬礼，样子十分帅气。随后，至上力和组合成员张远远发微博并表示，早就预留了今天的档期，精心准备好去接你，突然有个节目邀请，在兄弟和工作之间，我当然选择工作。这语气也是很调皮了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小五了不起，欢迎回来，终于要回来了吗？想你。